在非洲有三大猫科动物，有的脚底生风快如闪电，有的暗影突袭见血封喉，还有的霸气侧漏四方运动。三大猫科动物都处在食物链的顶层地位，笑傲草原，可高处不胜寒，每一位王者的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苦难旅程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。重整秩序后的狮群几乎是分崩离析，猎豹联盟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花豹更是12岁高龄还照顾着自己的亚成年女儿，他们不仅要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内部问题，还同时面临外部势力的各种窥探。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，作为猫和动物的代表，他们是自私自利相互内卷，还是会勇敢开拓拨开云雾见青天？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占地约20000平方公里，动物资源丰富多样，几百种哺乳动物、鸟类还有爬行动物，食草动物多，自然少不了食肉动物。而非洲三大猫科当仁不让，成为非洲金字塔尖的捕食者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狮子、花豹、猎豹，这些猫科动物美丽威严的背后，实际上也都饱含苦难。这只年轻雄狮被狮王父亲驱逐，四处流浪，竟然单杀了一只水牛，实力非常了得。另外，时值冬日旱季，水牛整体上都非常虚弱，皮包骨头，有气无力，自然就容易成为狮子的猎物。流浪的狮子看起来吃饱喝足，可他的母亲正饥饿难耐，而且他还是一位单亲妈妈，母狮正在抚养新窝的幼崽。这么大的幼崽，理论上已经该带回狮群，由狮群母狮们帮忙照顾。然而，狮王数日前放逐了自己的亚成年儿子，随后去巡视领地。狮群的领地极大，有大约100平方公里。狮王来回需要很久的时间。母狮带着4个拖油瓶，非常辛苦。他的成年女儿对弟弟妹妹并不关心，不辞而别，打算自力更生。如今，狮群的核心领地只剩下母狮还有4只小狮子，既要辛苦捕猎，又要提防外敌的入侵，举步维艰。相比母狮家庭的支离破碎，猎豹联盟过得正风生水起。猎豹兄弟离开母亲之后，便一直合作捕猎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两兄弟联合控制着约60平方公里的领地，草场优质，并且有永久的水源，不但旱季时候磕不到自己，而且还能在水坑边守株待兔，提高捕猎的成功率。团结合作能够制服大型猎物，还能在同类竞争中获胜，驱逐入侵的独行公猎豹。白犀牛前来饮水，看到猎豹兄弟略有迟疑，定睛细看，当看清楚是猎豹之后才放下心来，带着孩子继续前行。猎豹这样的猛兽对犀牛来讲毫无威胁，猎豹显然也不准备上前帮犀牛刮痧，二者擦肩而过，一派祥和。借助树林和灌木丛，猎豹兄弟发现了吃草的羚羊。虽然猎豹很快，但也不能贸然出击，通常他们会在50米距离内发起冲刺，在猎物的耐力优势发挥出来之前追上猎杀。水灵的体型很大，即便追上也难以快速解决。猎豹兄弟一起努力，一个锁喉，另一个压住身体，避免猎物的挣脱。羚羊断气之后，兄弟俩大快朵颐，务必要抓紧时间，因为狮子、花豹、猎狗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路过发现。猎豹为了速度牺牲了太多的攻击力，在和其他肉食动物的正面冲突中难占上风。好在今天算是哥俩的黄道吉日，没有任何动物过来抢食。团结起来的猎豹兄弟过得悠然自得，同为豹子，
花豹那边的日子却并不好过。这只母花豹已经12岁了，年事已高，他的女儿还没有完全成年。老花豹容许女儿在自己的领地内生活，作为独立前的过渡阶段。不管耐力还是力量，老花豹同巅峰时期相比已经差了太多。多日以来捕猎失败，让老花豹饥肠辘辘，支撑他再次捕猎的除了经验还有信念。跟猎豹相比，花豹的速度并不占优，草丛里前行是花豹的拿手绝活。羚羊终究是没有逃脱暗影刺客的突袭，老花豹终于成功狩猎。南非的稀树草原，黑斑羚是羚羊中数量最多的。花豹和猎豹的菜单里有 85% 都来源于黑斑羚。出走的年轻母狮同样没能经住诱惑，暗地里盯着黑斑羚。并不是什么一见钟情，母狮只是馋黑斑羚的身子。狮子习惯团队捕猎，所以独自出击对它是一个考验。母狮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65公里，跟猎豹相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所以它需要静悄悄地靠近到30米以内才能发起突袭。母狮显然还很年轻，一着急步伐稍微快了点，就被羚羊发现，果断逃走。别说年轻母狮，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母狮独自捕猎，成功率也只有不到 20%。 年轻母狮渴望狮群的协助，可狮子们已经各奔前程，无问西东。今天晚上年轻母狮大概又要饿着肚子睡觉了。他的母亲带着幼崽举家搬迁，在一个地方太久，幼崽就会留下大量的气味，而母狮为了捕猎，通常会把幼崽留在巢穴内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母狮要时不时的搬家。一家子整整齐齐来到水坑边，水坑也快要干涸了，好在还有一点水，让母狮和孩子可以适当的饮用。几个月后，幼崽们就会断奶，一岁半之时，他们就不需要母亲的特殊照顾了。可如今，小狮子们天真无邪，蹦蹦跳跳，并不知道生活的艰辛。母亲就是他们的天，跟着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花豹的女儿也刚刚独立生存，母亲再也不会给她食物了，她的捕猎技巧完全比不上母亲，目前还不擅长狩猎，而且她在狮子的眼里同样是个猎物。体型的差距让狮子能在近身后对花豹几乎秒杀。花豹女儿认真学习捕猎技巧的同时，还有提防狮子的突然袭击。谨慎是独居动物的本性，好在花豹女儿深知这一点，加上自己花瓣一样的斑纹，在光影斑驳的草丛深处很难被对手发现。花豹的尾巴末梢倒是非常醒目，这是为了让自己未来的孩子能在草丛里跟着妈妈，不至于走丢。现在谈孩子还为时尚早，抓紧时间学会捕猎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，才能真正的成家立业，相夫教子。其他的可以慢慢来，吃饭问题可不能太过拖延。天亮时分，阵阵狮吼传来，声音传到8公里开外，让整个草原为之震撼。原来狮王巡逻领地归来，正在大声地宣示主权。母狮远远听到，心情好转起来，狮王回来的正是时候，给松散的狮群雪中送炭。母狮向着声音走去，四只小狮子还在玩耍，忽然发现母亲消失不见，慌乱之下赶快起身前去追赶。母狮的成年女儿也听到狮王的吼叫，前去的路上刚好和母狮照面，没有什么客套寒暄，母女俩一起前行，心照不宣。对小狮子们来讲，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，父亲走时他们还待在巢穴里，并没有见过面，所以没有什么感情。可在成年狮子看来，狮王是狮群的核心，特别是如今面临困难，今天绝对是值得庆祝的一天。两只牧师远远看到狮王一路小跑，
为狮王接风洗尘。狮王今年9岁，通体发黑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也有着年轻狮子缺乏的经验。四个小家伙对狮王非常好奇，想要研究个明白。狮王不堪其扰，可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也不会轻易发火，只是温柔地呵斥。不管怎么说，小狮子降生2个月后，狮群再一次地变得完整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狮子穷其一生都过着群居的生活，这是千万年来形成的规律。相比之下，猎豹的联合却只像是权宜之计。猎豹兄弟不知道什么原因选择了分道扬镳，可能小老弟也想要伴侣和自己的领地。猎豹会为了新领地长途跋涉200多公里，这片开阔地足够的大，很适合奔跑，猎物也比较多。猎豹弟弟非常满意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他决定马上开始捕猎。没有大哥的帮忙，猎豹行踪一旦暴露，不能发起突袭就代表着捕猎失败。看来独自生活虽然自由自在，也同样有着各种弊端。大点的猎物虽然更容易追上，可对猎豹来讲显然难以制服，那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力量。刚刚好，狮王二者兼而有之，深夜时分成功捕猎到一头成年水牛。800多公斤的成年水牛几乎是雄狮体重的4倍，能单独猎杀的雄狮并不多见，狮王刚好是其中一个。大快朵颐之后，已是正午时分，狮王躲到树荫下休息纳凉。跟猎豹和花豹相比，狮王完全可以在食物旁呼呼大睡，没有对手敢偷吃他的猎物，更不要说挑战自己。一觉醒来已经到了下午，狮王的肚子还是很饱，很难再吃得下，于是他高声吼叫，把信息传递给狮群里的母狮。可天气太热，母狮们似乎不知道狮王这是邀请自己进食，不为所动。直到夜色来临，母狮子才草草打扮一番，向着狮王所在地走去。小狮子们才2个多月大，还不能吃肉，他们本能地在巢穴等待。不愧是亲生的，母狮的成年女儿刚刚好又和母狮迎头碰面，一同赶路。走了数公里远，两只母狮终于看到了鲜美的肉食。狮王的慷慨让母狮非常感动，即便很饿也没有马上开动，而是先向着狮王行礼问好。为了让母狮们吃得开心随意，狮王选择离他们远一点。这样的狮王，即便以人类社会的标准来看，不仅是一位好丈夫，还是一位称职的父亲。天色放亮之时，成年狮子们都已经吃饱喝足，悠闲自乐。轮到了小狮子们开始大口喝奶。强壮的狮王，还有温柔以待的母狮，有这样的父亲和母亲，小狮子们大概率会健健康康长大成年。狮子是猫科动物里唯一终生群居的，可能狮子在远古时期不断的尝试发现，群居生活竟然有着巨大的好处，长期霸占着草原一哥的名号，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老花豹尽管12岁了，依然能抚养长大幼崽，直到孩子成年，这是自身实力的体现。花豹的女儿传承了母亲优良基因，成功捕猎。花豹的综合实力，猫和动物中无出其右者。强大的适应性，让花豹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。猎豹兄弟也找到了新的领地，多次尝试后，成功单杀了大个体的羚羊，成为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的顶级猎杀者。非洲动物密度极高，竞争激烈。三大猫科动物美丽威严的外表下隐藏着致命能力，通过速度、前行、力量以及合作，猫科动物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。毕竟在人类进入智人阶段之前，猫科动物是地球上的绝对主宰，全是人类忠实的伙伴，
猫和动物的桀骜不驯却更加让人们欣赏和喜爱。点赞加关注，生活有温度。